六、click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姐妹早安。我们今天会前，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，求神的恩典，求神的灵在我们当中。所以，让我们就一起用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。来跟哦，大家。相信呢，今天呢，你的祷告要蒙上帝的垂听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可以蒙神的应允，所以求主与我们同在，为今天的聚会祷告，让上帝很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会场当中，能够对众人来说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先早上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敬虔的氛围，有一个寻求神的态度在我们这里。所以我们数到三，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，一二三，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亲爱的主，早晨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求你早晨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在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圣灵降临到我们当中，圣灵啊，求你今天来扶持我们，今天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在敬拜中能够遇见你，在敬拜中能够听见你，在你的话语当中，主啊，求你今天开启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的心。来到你的面前，经历到你的恩典，经历到你的同在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来祷告，继续来祷告。你早晨就定睛在他的身上，定睛在他的身上。Thank you.
来祷告，神的灵要充满在这殿里面。今早我们要更深认识神的荣耀，更深经历他的荣耀，所以让我们用祷告来经历他，用祷告来预备今天的聚会，用祷告来经验上帝今天的恩典。主啊，咱们喊三声主啊，为今天的聚会来祝福。一二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今天早晨主啊，为今早的聚会祝福。今早让我们经验你的荣耀，更深认识你的荣耀。为你的
态度，触摸我们众人，让我们把心归给你，触摸我们众人，让我们敬畏你，触摸我们众人，让我们服侍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触摸我们众人，有健康的生命，有刚强的生命，有得胜的生命，有荣耀的生命。主啊，触摸我们，触摸我们，今早来翻转，今早来翻转，今早来翻转，从台上到台下，从前面到后面，从左边到右边。降临在我们当中，享受我们给你的荣耀，主啊，享受我们给你的爱戴，主啊，今早的聚会是你得荣耀的聚会，今早的聚会是你，主啊，你得赞美的聚会，主啊，求你今早与我们同在，让今早的聚会彰显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今早的聚会，主啊，让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流露在我们当中，使众人得医治，使众人得饱足。今天早上的聚会要成为在地如在天的敬拜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拍手把荣耀给神，阿门。